各位老朋友你好，由10月19号开始，夜晚黑7点至9点半呢，我呢每个星期三都会在尖沙咀港威中心我们的 party room 那里呢，我就准备了 happy hour 的时间，如果大家放工之后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过来聊下偈啦。那我每一次呢7点钟开始就会有45分钟的开心 share 啦，每次的 topic 呢都不一样的。7点45分之后至到9点半呢，就是大家开心聊偈的时间啦。甚至乎如果你有些保险上的问题你想查询的，你都可以到时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啦。就算你是行家，你说、想大家了解一下或者怎样去、拍片啊，做 KOL 啊，怎样去做 brand building 啊，我都非常欢迎的。因为呢我们座位有限，所以呢一定要预先留位。如果呢你都想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的话呢，欢迎你呢 DM 我啦，就预留座位，到那晚呢就招呼大家了。